到了上路进行一个蹲守，但他前期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干的能力还不是特别的强。这里纵路是要敲了一下，但是没有敲回来。哎，卖破绽，但是这个地方卖的不够深呢。哎，跳上来了，直接是交闪，但是这个地方交闪也要走。应该是交代了，人头是让给了杰斯。哇，这个辅助献祭战术用的好啊！对，我看到是偷了。哇，这么有套路的吗？哎，这边 TP 过来的是一个杰斯。而且杰斯是补了装备的，这波战斗力会很强。看一下一个 Q， 这边的话人头将牙膏给拿下来，这边确实打，这里直接跳上来，哎，这边回头要直接打，这里的话看起来这个 Love 是有一点点的拖大，哦，直接交治疗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宝蓝没有蓝了，也得往回走，撤回来。后面来了一个皇子，直接 EQ 挑到了之后，大招盖一下，收掉 EZ， 然后后续的话绿毛估计也要挂了。看一下人头给谁，直接给到了 Jacky。这里的话再一下平 A， 再一下这边又是一波这边是一波单杀。为什么要说右路晒也是，就如果挑起来的话基本上是必死的，因为盖个大招在那儿的话就没办法逃。这边盖了一个大招，哎 Q 技能扣了一个金身，平 A 一下。哦，这个地方的话虽然拉回来的时候是中了的，而且就自己死了一次，埋头刷，然后到了六级帮夏虎缓和了一下压力之后，在上路的劣势情况下又帮了一波上路。哎，这边拉一下，哎，但是拉的有点失误，他是拉到脸上了。哎，这边的话，没办法逃了，因为狮子狗的话是在野区有无限草丛票的。哎，下来直接变大，哎，这个地方有转机。等一下，两个金身，但是好像两个等死的金身吗？但是没有办法，瑞兹这一波是没有大招了的。如果 是相当于差一个伤害技能，看一下下路，也直接顶回来两个，哦，跳上来一顿猛锤。哦，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 EZ 当时闪现也没有。也就是跳上来触手妈，虽然一顿猛敲，但是他毕竟是个辅助啊，装备不是特别的好，这里只能又是近身等死，而且其实差点把这个 Love 给敲死，哇，而且闪现 W 差一点点，他真的有一点，他旁边没有触手，如果有触手的话是可以换掉的。哦，狮子狗这里看到人了，直接是开一个大招，这个大招应该是下洞察到了，这里的话八条跟皇子站在一起，你也不敢直接跳。哎，还真的跳了，这句话有点太不明智了，就本身自己在看到对面两人的情况下再跳过去的话等于是就是，皇子的话小扭走位躲掉了一个 Q 技能。这个地方高恩来了，并不高，瑞兹没蓝呐，但是下路 EZ 也支援过来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就直接就反倒是被吃了一次之后，但是被滚回去了。嗯，这里又想抓 Rookie 直接交掉闪现往后走。是的，但是正面的话已经打起来了，这个地方抓一个宝蓝，哦，宝蓝又献祭了。这里现在是控制守卫来控制对面的视野。对，这八条大招直接拉一下，拉两个 EZ 的话，一个 E 技能闪开，但是大招直接顶起来，两个全部杀掉。这边可莉的虽然走掉了，但是还是被大招的一个炸弹挂上了之后，一发平 A 炸掉。就也不敢进去，一旦进去的话会被集火直接秒掉。幼儿园车。而且刚才这个位置来说的话，打龙速度也没有那么快。有皇子的，你自己打野还在复活当中。对，有点不小心了吧？因为八条这一盘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，这是第二回。对，奥恩大招是非常完美，三个直接打起来，而且小炮和皇子的输出直接把后续的带掉。而且说实话，奥恩的大招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容易被抓，被定在原地，回头 W 也没有 W 到，再给了一个印记，又给了个一，这个 Q 技能没有打到，又给了一个。这一波的话，狮子狗开大是想打了，因为纳尔本身变身已经没了，这次他们完全就最好的一波机会了。直接一个大招冲过去，这个地方是把俄罗伊秒杀掉了，俄罗伊。交出一个闪现往后走的大招盖出来，但是纵这个地方也要死，皇子拿到双杀。这个皇子一个大招是盖到了两个，但是瑞兹闪现走了之后杰斯没办法闪现。是的，带着大了 buff 感觉这边有机会一波了，直接刚才是 Loken 交掉闪现来躲掉这一个发条的 QW， 再把球给伸进去，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一波结束比赛再突进去。哦，的话因为冲拳死掉了，但是两颗门牙已经应声倒地。那这一场比赛也是结束的非常的快，现在是23分钟，我们也是可以恭喜一下 IG 2-0拿到了 GDG。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 IG 将会参加明天败者组的决赛，对阵上 Snake， 而他们的胜者将会在明天与 EDG 决出本次的马歇尔公开的冠军。嗯，明天的话也是一场 BO3 加上一场 BO5。 第一场的话败者组决赛依然是选择打一个 BO3， 然后最后的决赛是打一个 BO5。 没错。
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也是恭喜一下 IG， 因为之前在世界赛的时候就一直有人说 IG 这个赛季的阵容非常非常的好，很有希望去冲击我们的第一梯队的队伍，然后现在看起来确实名不虚传，当时说的这话完全没有问题。虽然之前是